如果有假期，你们最想去哪玩？最想去假期，最想回家了。想去海边。去海边的话，可以骑沙滩摩托。我想去那种地方，就是非常严厉的那种夏令营，就是教你求生的那种。去不高没有水的地方。我觉得回成都挺好的，我带你去谁？有山有水有悬崖。作为一名初中生，我们的暑假应该是这样的。行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中了！这样的。还是。这样的。但是男孩故事的暑假却是这样的。这样的，这样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宿舍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 Dream House， 听说那里住着暑假之神，能帮我们实现心愿。欢迎你们暑假之神，你好，我是贾宝，感谢你把我的假期安排得这么满，带孩子真的非常的辛苦。我也想玩，我想去打乒乓球，想打篮球，总之想干很多。但是最近呢，我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想法，就是想做一套非常帅气的衣服，你能帮我实现吗？拜托拜托。好黑，好不黑。Hello， 暑假之神，我是新龙。现在放了暑假，可以轻松一段时间。然后我有很多的愿望和我的小伙伴们想一起实现。然后现在我们 Boy Story 就要出道了。然后我怎么说，比较喜欢拍照，所以呢，我想在我们 Boy Story 出道之前出一个相册。另外呢，我有很多恐惧的东西，比如说怕高、怕水、怕鬼、怕黑，还有怕怕脸上长痘痘，还有好多好多害怕，还有帮我把暑假作业写完。暑假之神，听说假面骑士吗？就是那个超级无敌帅，然后拿个腰带，然后不是，男主跟另一个人换脸了，但是那个男主碰见一个人。所以说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我也就想明天起来可以变成假面骑士贝雷的。 Yes， 暑假之神你好，我是看起来很甜其实内在很 man 的泽宇。暑假之神我叫耿明瑞。暑假之神我叫舒漾，大家都叫我小甜宇，还总叫我卖萌，其实我内在是很 man 的。平时我在队里吃的最多，那就是想快快长高。可是最近舒漾比我高了0.5厘米，我还是他哥哥呀。我在这个队是忙内，所以我也想有一次机会照顾哥哥们。我想给哥哥们，希望我能成功。求求你了，暑假之神。拜托拜托拜托，暑假之神。求求你了，暑假之神。Thank you。亲爱的韩宇，我是暑假之神，我听到了你昨晚诚挚的愿望，我会帮助你梦想成真。你许什么愿？你许什么愿望？
亲爱的希望，我是暑假之神，我听到了你的吻，纯洁的需要一个帮助。你问他是什么，他给你一个本子，我让我写暑假作业。走吧，去叫弟弟吧，我先去叫你草弟弟，咱俩一起吧。起来可以变成假面骑士贝雷德 ，yes。暑假之神，我听到了你昨晚诚挚的许愿，我会帮你梦想成真。这盒子真的吗？对，多喝点，你先喝完这个就长得米吧。我买，你还没刷牙呢。不要客气。脑袋。好了，我先去刷牙。小雨，快递上。没买快递呀。那我送别人了。留下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可以大眼睛不太多。亲爱的泽宇，我是暑假之神。你是什么？亲爱的泽宇，我是暑假之神。我听到了你昨晚诚挚的许愿。我会帮你梦想成真。所以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戴着这个眼镜？你为什么要戴眼镜？变慢一点。就是变得慢一点是吧？慢一点。你在我面前挺慢的，挺慢的。所以今天就可以完成心愿了。对，完成心愿了。许愿，许愿。书上有个快递到了，啥玩意？给，书上快递啥呀？快递，割腕的雨滴。我是书上，男孩故事洗发水让我更完美。干嘛呢？等你。干嘛？自己瞬间就想了。亲爱的书上，我是暑假之神。我听到了你昨晚啊啥字儿啊？我听到你昨晚真挚的祝福啊，不是真挚的什么？真挚的许愿。真挚的许愿。我会帮助你梦想成真。帮助你梦想成真，你开心吗？好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你会不会拿着个假面杖？我才知道。我也想有一次机会照顾哥哥们，我想给哥哥们做一次香喷喷的亲哥打，希望我能成功。打你！你梦想就是打我，谁让你出来？梦想就是打我。你刷牙，我洗脸，然后完美的隔开了这个间隙。这是谁呢？这是你的。不是我，是英语的，爸。我，哥哥，我借了你洗面奶。腿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
这也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水。我这去豆了。我这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水，我抹的这是啥来着？洗面奶。哦，对，牛奶味的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没洗干净，洗的真的很不干净。我还没洗呢。继续洗吧。对。你下巴、下巴、脖子上都有，看一下。哦，是不是啊？我的。我有事儿，不行，我必须得陪你一次，我必须得陪你一次，是吧？怎么陪我？做律动吗？哎，对啊，我不是带的不是有那什么吗？
大家都喜欢叫书样紫葡萄，然后就给他先画一个紫色的为基础背景吧。大哥干嘛？大哥在，大哥没看见大哥忙着呢吗？你看我，大哥忙着呢，我一个眼睛闭着呢，很难受。闭着吧，闭一会儿。你看我，看你，看你，闭眼睛对眼睛很不保护的。哎呀，你别，那几秒我又不是抓拍高手，你知道吗？看我。我觉得应该怎么说？你看，画一个胡子。对对对，咱俩想的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你搞笑一下，要不然没有意思。来来，创意起来。火影忍者，好吃的，我很牛。嗯，这幅画呢，虽然看似单调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这画里面的含义非常的丰富。自己看，画里火影忍者的标志，脸上呢，这个凸显脸上非常又肉那种质感，那种感觉非常的棒。然后这个小胡子呢，显得树上又小又可爱那种感觉。总之，打分的话，满分100的话，我给99.9吧，剩下0.1夸我骄傲。鼓掌。好，剩下的就是戳，好看吗？这是我。对对对对对，特别的棒吧？我也这么认为。对，哎，就是感觉。来吧，你自己的画，最后一笔你自己点。我觉得你这个画的非常 skr。可以。这幅画呢，画的就比较狂野，色调都是比较狂野型的，拿笔胡乱戳，但这些戳呢，你看是非常狂野，但是都是非常充满艺术。满分100的话，不能骄傲。刚才那个99.9，那这个99.8吧。我们说这个人吧，就是那种你觉得自己长得帅，摆什么样的脸都行那种。给他画丑一点吧，按照他的风格来。不用，你的话你看着就行，你看着就行。不，你不能碰这个，你碰这个大家都会以为我偏心，你画好看一点。不行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你这油漆在哪儿？你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？颜料。我不知道。你摆一个这样的姿势让我看一下，看着我。相似度90%吧。你知不知道你有一次睡觉的时候鼻孔比这个还大？跟你说，你有一次睡觉的时候整个鼻子是这样推起来，在枕头上这样枕着，就这样的。剪纸大师狗大师也来帮忙了啊！好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行。就那种剪头发吗？La donna mobile, qual piuma al vento, muta d'accento e di pensiero, sempre una mobile, vecchia troviso, in via di mezzo e benzoniero. 不看了，非常的。大写吧，哥哥。对啊，哎，哦，想法一样的小伙子。你这有勾，这有勾的大哥，字写错了。狗狗真的很严格哎。要是我打分的话，这次打100吧。这幅画呢，画的是泽宇、小雨，旁边画了一个旺仔，因为大家都说他长得比较像旺仔嘛，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，特别的像旺仔。满分52-49，就是为了共托李子豪这个比较逗、比较特色的个性。哎，来了，看怎么样？
我画这幅画呢，也是为了配合这张图嘛，因为这张图整个全都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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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表示我的严肃，所以说我也决定陪着他一起哈哈哈哈哈哈。我妹妹看到这幅画之后也很笑，就是看到李早这个脸，再配上这张图上所有哈哈哈哈哈哈，就会让你有种莫名想笑的感觉。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如果让我打分的话，就两分吧。大功告成，最后一幅画。我真的好想把这个全都盖上去，这个真的不是我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我，我不会是这样的，我不会笑成这个样子的。虽然这个是我自己，然后但也是我自己画的，满分一百的话，那我就给200吧，这个真是太厉害了我。我是本次的服装设计师，我是韩宇。这次设计的衣服呢，都是非常充满艺术细胞的。舒漾狗狗的这些衣服都让大家眼前一亮，就只有这个是比较狂野型的。虽然说这个出自我之手吧，但是他自己也画了很多，这些点有一半都是他点的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制作的衣服，谢谢。暑假之神给我了一个板子，先不能被其他成员看到，这样我就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最近我们的成员呢，姚明瑞长得特别高，哇哇，你好高啊，鼓掌，好羡慕哦。第一个是喝牛奶，平时我是非常注重喝牛奶。我们训练完的时候，别人喝水，我就喝牛奶。普通人这样喝牛奶，而我这样喝牛奶。处于成长期的我，喝牛奶是远远不足的，所以我天天要服用钙片。这之后我还会晒会儿太阳，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。太阳来照我吧。我每天都会拉筋。我每天都会跳绳，我每天还会摸高，我的目标是这个房梁。虽然我现在还差一点，但是总有一天我觉得可以。你摸我脖子，你手去哪儿了？你别掐了。我每天还会对自己心理暗示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人不在高，1.8米就行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长1.8米，幸福你我他。高处不胜寒，没事我不怕。起舞弄清影，明锐1.8米。每天10:30准时睡觉。姚明哥晚安。把我吓到了什么？你别老吵我，他在盯着我。天哪，他真的太恐怖了。我要做 Boy Story 的老大。是男人就不走寻常路，这个时候不能N1，不能N2。黑心。